哼哼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是和僵尸帝国决战的日子，因此这一期我将使用橡果巨人。哦，看他身后的橡树人了吗？是不是感觉恐怖如斯？看橡树人这个魁梧的身材，还有他手里的橡树加农炮，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轰他一炮了？好了，那么这一期让我们走进橡树巨人的内心世界，探究这个植物王国防御担当的前世今生吧。橡果巨人分为两个形态，第一形态小橡果形态，这个形态下攻击手段是头顶的橡果机关枪，射速极快，威力不凡。一技能是橡果粘弹，扔出一个粘弹，粘弹可以粘到敌人身上，引爆它可以造成不俗的伤害。二技能是橡果冲刺，短暂的冲刺可以让脆弱的橡果有逃脱的机会。三技能就是化身橡树巨人，通过快速的成长，一瞬间变身成橡树巨人。他可是植物王国的老大哥，所以得放个符合大哥的 BGM。 哦，橡树巨人不只是拥有橡树加农炮，在这个形态下一技能也变得威力更大，橡果冲刺也变成了树桩冲击，用来碾压前方的敌人。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火山内部拯救山脚壁的生物吧。我们已经到了大门口了，只要打开那道被知识堵住的门，就可以进入火山内部了。去吧苍蝇们，把知识都吃掉。哎，我咋感觉没啥动静啊？我去，这么快就吃掉了，但是咋进去啊？这附近全是知识岩浆，不好，僵尸军队来了，准备应敌。紧张吗？当然紧张呀，脸都绿了。我的天，进入内部迎面而来的就是个大钻头，这是突破天际的钻头啊，太大了吧，这个火山也好深啊，从这里往下跳。嘿，这个钻头确实太恐怖了，我必须要赶紧阻止火山喷发，继续跳。我跳，滑下去，到底了，往这个方向走。哇塞，这里就是火山口了吧？真的好巨大呀！嗯，怎么有个小飞机？给我下去吧，让你乱飞。哎。不是吧，你们别碰瓷儿啊，我就打下来一个飞机啊。好家伙，这是啥呀？这是僵尸最强机甲问题少校。Oh no！ 这么大个，可恶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只有攻击他身上发光的灯泡才能造成微小的伤害，这个敌人是真的强大呀。变身橡树巨人，吃我加农炮。小飞机别捣乱，我去，他跑了，就这
硬从这里钻出来了。他这是在干嘛？嗯，不好，我知道了，他在加热芝士，芝士岩浆开始上涨了，快跑呀，否则就会被岩浆吞没。Oh no！ 前方还有僵尸围堵。搞定，僵尸都被清理完了，可是已经没有路了，芝士马上就要到我脚底下了。太好了，路出来了，快跳快跳。这里应该就算安全了吧，芝士停止上涨了，敌人呢？在后面，看我变身。我去，哪趁着别人变身的时候出击的。动画片里主角变身的时候，反派不都在一旁等着吗？你这个臭怪物，居然不按照规矩来，继续吃我加农炮吧。这飞机真碍事儿。我躲，我再打。不会吧，他一躲起来我就有不好的预感。果然这家伙又开始加热了，快跑呀。糟了，这个石板上可没有障碍物啊，他又躲哪去了？我去，他在芝士下面用电钻攻击呢。石板都被他钻四分五裂了，真的是没地方躲了。Oh no！ 岩浆已经到达最高处了，只要再加热一点就会喷发，到时候整个和睦小镇都会化为灰烬的。来吧，真正的大决战开始了。就剩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藏起来了，变身象骨形态就会让我更加的灵活。看到了，象骨机关枪拿下，终于赢了，我成功阻止了火山喷发，拯救了和睦小镇。真的是差一点点呀，太惊险太刺激了。嘿，还做垂死挣扎，下去吧，没有用的，我已经赢了。哈哈，浪哥无论是僵尸还是植物，永远都会是一方英豪的。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我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